可以看一下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卖掉。我们已经跟不是。绝对不是因为立法院外抗议学生的声声呼唤，立委张庆忠的脸才会这么红。他羞答答的原因，其实是握在手里的那只手机。我们不要特别谈到这样子，太敏感的了。其实的话，这个就是大家聊聊天的讲说，哎呀，有美女，有美女的话。原来张庆忠的手机桌面放的是他的照片。连胜文的太太蔡依珊，美丽形象深受张庆忠喜爱，桌布一放就是两年多。但这样会不会让太太不开心？发牢骚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太太也是浙江美女啊。因为我太太也是浙江美女啊。现在手机里面已经完全没有蔡依珊的照片了。我们把这个都今天换了手机了。嘴上说不会，但手机桌布一大早却偷偷换掉，改成和太太陈景定的合照。粉丝心情传到立院同仁耳里，叫他哎呦要小心。这个偷偷欣赏的就不要让人家知道啊。这个可能就是要力挺连胜文，可是力挺连胜文也不应该，应该是放连胜文，怎么会放到连胜文的老婆？连公子的老婆是有一点点敏感啊，我只能这么说嘛。啊，每个人的兴趣嗜好，只要没有违法，对不对？张庆忠和当新北市议员的太太陈景定是政治圈的神雕侠侣，不小心被发现这个小秘密，张庆忠要大家别再亏他了，否则回家怎么交代？记者郭向华、黄媛媛采访报道。